我这刚处上对象啊，他出去约会给我锁屋里了。昨天我都跟人约好了，我这要不出去，那不直接就成单身狗了？现在异性又少，多难追呀！一个母猪后头都跟三个公猪。哎呀妈，累了，不行，我得出去呀，要不然晚上打电话不得折腾我一宿啊！我来了，宝贝儿。宝，你真准时。那还说啥了？我爱你，你爱我什么？我爱你有趣的灵魂，爱你长得漂亮。那你太肤浅了呀，你根本就不喜欢我。别胡说八道了，我喜欢你。你喜欢我什么？哎呦，这他妈黄都处上对象了，我也得吸引吸引异性，你说是不是？你看啥那个？哥搁这练鲤鱼打挺，鲤鱼打挺，鲤鱼。我看你这像母猪倒圈。不是，你不行，哥再给你展示一波，再给你展示一波。算了吧，我不喜欢你。嗯，你还是冲上医院查查肾去吧。嗯，他怎么看出来的？哎呀，你俩不合适啊，不行。哎呦，我好，我好不容易追到手了，你追谁了？你追呀、你看喊你呀、你真不合适。我有彩礼，啥都有。这不是彩礼的事，他是男的。男的女的现在已经无所谓了都，哎，就要他了。